我是个在不招我之处。
觉得这是让我自己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哈。我觉得真的就像他们所写的哈，不要叫他们小看年纪小，我想他们所做的就是四个字，为主做工哈。因为上帝自己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。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，事工的分。